我是谢小泽，我现在在斯坦福大学艺术和艺术史系做教授。那么我是一个艺术家，主要是绘画。那么我也做过很多这个装置影像作品。老家在广东揭阳。我中学毕业以后呢，是17岁到北京清华大学上建筑系，5年之后毕业。88年我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当时上的是袁运甫先生的研究生，学的是公共艺术，也就是说壁画、壁毯啊、漆屏风啊这些这个公共性的艺术。92年我有机会来到美国，然后在德克萨斯呢又上了一个研究生，在北德克萨斯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当时我的专业呢是绘画，第二专业是摄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绘画作品其实跟摄影是有一种血缘关系。然后毕业以后呢，我在美国教书啊，参加展览。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现在算起来已经有20年的教龄了，现在21年的教龄了。当时我们八十年代初啊，这个建筑专业还是特别看好的，热门的一个专业。但我上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觉得自己是更想去做绘画，就是想寻找一种更自由的、更自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不受很多具体的这个，比如说甲方啊，比如说这个经济啊、技术方面的这个限制啊。当时年轻的时候嘛，特别理想主义，但我现在也非常理想主义，就是一直是希望有一种完全自由的这个艺术形式。所以呢我当时完全不考虑就是实际的这种工作机会啊，或者是谋生手段啊这样的问题。当时呢就是一门心思要搞艺术，主要是我的图书馆系列的新作，其中包括呢有中国图书馆系列，也是中国的古代的线装书，还有这个西方的图书啊，有一些是来自于大学博物馆，有一些来自于这个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这个图书收藏，珍本图书收藏。那我开始画书，开始这个图书馆系列这个大的项目呢，是从1993年就来到美国，一年以后，在这之前呢，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题材，到最后呢，就是图书馆这个主题啊，一直呢是抓住了我的这个注意力。我从93年开始画这个西方的图书。然后呢到95年开始画中国图书，开始这个中国图书馆系列到后来呢把这个主题扩大到博物馆的图书馆，还有这个亚洲其他国家，像尼泊尔的这个佛经和这个印度经这有一个题材不断拓展的形式，不断丰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一开始的话呢我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当时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头在图书馆的很狭窄的走道之间呢去找我所需要的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抬头呢就近距离看见这个一排一排的这个书的脊背。那当时一种好像一种文化上这种陌生的感觉吧，就是你感觉这些东西呢它里头是有内容的，它是这个记忆啊，或者历史，或者是哲学，或者知识等等这些抽象东西的一个物质形态。那么我画这个题材呢，它里头是包含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并不具体，并不是具体关于某一种书某一个作者，而是比较笼统的，比较这个抽象的这种知识啊，还有记忆、历史这样的概念。那同时在视觉上呢，这些书摆在书架上我这样直接面对它的这个侧面它感觉呢很抽象很有建筑感，就说它有时候呢尤其破旧的这个中国线装书呢有一点像这个废墟那种感觉。那么我也不是说在简单的表达对于知识，
对书本的这种敬意，但这个意思可能也有，因为我画的书都有点像建筑，像纪念碑似的这样的体量感。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带有一点腐朽的感觉，也许这些故事对根本现在没什么用了，我们还是不是有还有什么价值，这里头包含着什么，就像我们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头有什么积淀，对于今天来说还有什么可以用的，或者是说有什么流毒，我借用这个大陆这些我们成长环境中这些词汇来讲呢，它这里头包含着很多可能性。而我的话呢，不想是好像很说教的来说其中一个方面，而是一张画我希望是包含了所有这些方面。它既有这种建筑般的体量感，但是同时呢又有空间和氛围，还有腐朽的这个气息，有时候呢有这个时间留下的痕迹，这个书被反复用过以后的那种残破的这种痕迹，我吸引我的是这种场面调度，这种就是整个不是一个不管是一个物体。像书这样的物体，而是物体和空间，有时候空间包括这个图书馆这种机构的这个公共空间，它日光灯那种发冷那种感觉哈，空间和氛围，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从90年代初开始画图书馆系列之后呢，我又，在我同时也画了一些。跟历史事件相关的作品，比如大幅的油画，还有装置作品，那包括这个中国百年学生运动史，包括这个纳粹焚书，包括这个红卫兵焚书的这样的这个装置，后来还做了摄影和这个录像作品，也是跟这个主题相关的。后来呢，我把题材扩展到报纸，从1998年开始画报纸，堆起来的这个好像很沉默的，读不到，你读不到文字，只有密密麻麻的这个线和点的这样报纸的侧面，那是最开始的报纸系列。到后来呢，就发展出来一套这个描绘折叠起来的报纸的侧面的这个大特写。这样的话，那在这个报纸折起来的报纸的侧面，你可以看见，一些新闻图片的片段，还有标题啊、片言机语这些，暗示啊、提示了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包括那段时间的一些日常生活的非常这个琐碎的一些事情，他们呢夹杂在一起，碰撞在一起。那么那组作品呢叫做Fragmentary Views， 就是片段视角。那组作品呢，我是在98年开始，然后在04年开始在纽约做展览，当时还得到很多的注意，包括 New York Times 啊、New Yorker， 包括 Art in America 都有报道。那么这个作品之后呢，我又同时继续这个书的这个主题拓展。还有同时的报纸我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叫正反视角系列。再给我一分钟，就是正反视角系列呢，是截取一个现存报纸版面的局部，然后呢把报纸背面的图文跟正面呢半透明的这个透叠起来，好像真的是一张报纸拿在手里，然后你对着光，它呢能够在光线从背后透过来，这种好像让你混淆的这种感觉，都是跟媒体纸质媒体的这种密集有关系。所以呢，我的作品，这是我作品比较大的这个主题。那么这些作品跟我的这个关于历史题材、历史事件的绘画也好、装置也好，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对话关系，他们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系统。谢小哲很早就知道他的艺术，然后呢，那时候认识他的艺术，我还没有画廊，他在Chelsea 的另外一家画廊有一个展，我看了以后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个人对书特别有情感，喜欢书，然后我一直想着如果哪一天我开了画廊，我一定要跟他合作。我开画廊以后，当时他和别家画廊合作，过了有两三年，那家画廊老板退休了，我于是乎马上就找到他了，
我虽然已经跟他认识，但是也有那个意向，但是没有机会。后来我跟我们一谈，一拍即合，就做了他的展，所以合作了十多年，非常愉快。这么多年，我看到您做了很多展览，具体介绍一下怎么给他做展览？因为我们跟艺术家合作，大部分都是以那个项目合作，就是艺术家有了新的想法或者新的作品，然后我们讨论、策划，然后具体的谈细节，然后所以每一个是一个个的个案在合作的。